主料，豆腐四块，辅料，八角两个，辣椒三个，花椒二分之一茶匙，生抽三汤匙。准备时间十分钟内，制作时间两小时以上。准备好豆腐，沿着对角线将豆腐切成八块，将切好的豆腐在淡盐水中浸泡五分钟，去除豆腥味。准备好茶叶，准备好八角、辣椒与花椒，将豆腐与香料放进砂锅中，加入清水，加入生抽，大火煮开，倒入绿茶叶，让茶叶充分泡开，熄火，让豆腐在汤水中浸泡两个小时，取出食用。烹饪技巧：煮好的豆腐浸泡在汤水中，茶香入味，豆腐更美味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